到哪同志为止我才明白是什么意思啊。那你觉得现在你的档跟那些法国餐厅和那些哇贵的日本餐厅一样，你觉得好像微小贩争光吗？对对，这个真的很。啊，OK，为什么？把小贩这种人家一路不可学的东西，现在把它打进了国际化。我相信以后很多的年轻人加入了，因为他这种啊米其林其实已经鼓励了他们，你们总有一天会成名的。 哦，你煮了几年了？我做了这行30年了。30年了，啊，一直在唐人街吗？啊，以前我是做工，我做这个唐人街是做了8年的生意而已。嗯，好的，谢谢你杨哥。我们再见，拜拜。